你抓到了吗？你抓到超级暴鲤龙了吗？哦，有人找我。Hello, hello. 哎呦，需要我的 help 吗？ Did you need my help? Can I help? 你看，拉蒂欧斯。哎，今天有遇到拉蒂亚斯吗？还是大家都遇到拉蒂欧斯？徐子信，我看到你了哦。Hello, 大头仔。好的，哇，到处都是大奶罐，我看看了。哦，拉蒂亚斯吗？雅思，雅思，谁要我？谁要跟我一起打雅思啊？谁有开那个上线的设定？有开，你们有开我才知道哦。你们要开那个上线设定呢？你看有人没有开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上线？要记得开上线设定哦。阿豪有开，阿弟又是跑了，再抓回来。雅思抓欧斯抓不到，就抓雅思啊！来，嗨！哦吼，大家都来喽！哦 ，C9 好久不见他了耶 ，C9 加他都找不到他了。Hello， 还有谁没开啊？哎，抓完欧斯，抓雅思，抓完雅思之后抓 Mega 暴鲤龙哦。今天欧斯都抓了好多欧斯啊，好像要抓雅思啊。我的名字是 EA Sport 是吗 ？EA， 你现在补习哦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嘿，补习要把声音关小声一点哦。Hey friend， 不必要请我哦，不要请你，好，嗨嗨 ，EA， 我的名字是 EA， 啊，我只能看上面呐、啊。Rainy night two。哦，爱情杯有打吗？爱情杯，开小铃铛就是快。好，爱情杯待会打哈。现在是大奶罐，这个时间是大奶罐的聚焦时刻。哎，是焦点时刻还是聚焦时刻 ？Highlight 啊，都可以啦。Highlight hour， spot hour， yeah， spot hour。哎，你们互相加好友，请分享你的宝可梦 ID 哦，12个号码。基拉奇的号码213934898440，好像在报名牌哦。Hello， 你们现在都在哪啦？我现在在家里直播，赶回来，我冲回家直播。这样你们才看得到呀，要不然你们都忘记变大奶罐了。好，先养两只两人，对啊。我今天都没抓到超级暴鲤龙哎，因为人数都不够啊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超级暴鲤龙的超级的能量哎。哦，雅思。雅思、欧斯与雅思打完，雅思跟欧斯好像该赢雅伯，是不是？该赢与雅伯。哦，雅思给我六颗糖，我要 shiny， give me shiny， 雅思 shiny。来，抓糖果，雅思。哦、oh ，噔噔，哦，雅思抓到了，抓到雅思了，雅思。Oh yeah， 雅思撒娇，到底好不好用呢？你看，拉蒂欧斯，拉蒂雅思，
哦，我是欧斯瑟维啊，雅斯瑟维还没抓到。你看我的欧斯的瑟维是绿色的，雅斯瑟维是蓝色的哦。哇，你很 have shiny， 欧斯，开心明天没上网课。哎呦，哦，暴鲤龙，你现在找人家打暴鲤龙都没有找不起耶。你看我这边的人都没有喜欢打暴鲤龙的啦。我今天遇到好几次，没有人喜欢打暴鲤龙，我们在打雅斯，来，我们在抓黑，你看。大家不都不打暴鲤龙，大家都抓拉蒂欧斯跟拉那个拉蒂雅斯哎、欸。哦，有一元 PB 礼盒，没错，待会马上开给你看。C6怎么按不下去 ？C6在补习对不对 ？C6 你在补习哦。哦吼！你们有没有开分享啊？你们有开？小 Q 真有在，小 Q 真，我要邀你了。你们有没有开分享？看我找不到你们有开，我要就邀你们了。新年礼物加你好友哦，吉拉奇，你这个是诱惑我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有很自制能力，我忍住。你还是要加我的会员粉丝 ，Lucas。Gomez, my best friend, 超爆打雅思 yeah, Nicky, oh, who coming? Shakio 真 coming, yeah, Shakio 真 oh no, midday ですね, hi, midday ですね, Luigi lifestyle, Luigi live channel.加会员就可以加好友，是的，没错。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规则哦，你看我贴给你们看。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，好，因为我们好朋友会200位加满嘛，那你必须要加入我的会员粉丝，我就可以帮忙你加入我的宝可梦好友名单哦。对。Love of Lasker， 好，那个龙虾，我叫你龙虾好了啦。哎，你的英文名字，龙虾，那加入会员就能加入 Enderly 的宝可梦好友哦。对，就像 Winning Home 一样 ，Winning Home 也是加入我的会员粉丝之后，他的名字就变成绿色的，而且后面还有皮卡丘的图案哦，图案贴纸哦，图像哦。这样子就是证明了你加入我的会员粉丝，我就可以跟你要你的宝可梦 ID 加你好友哦。你回来了，你那么快，你不是去补习吗？好，我搞混了啦，抱歉，你回来了。还是我搞啊，算了，继续打。嗨，绿箭 Live Channel， 绿箭 Live Channel， 嗨，好，雅思。直播ロータモガチカリあはシャイニ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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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雅思又来哎雅思这个雅思可以拿去卖糖果了雅思卖糖果 Please help me get this Pokemon shiny 好的85哪里换糖果？拿去换糖。Hi, I am from India. Please reply in English. Hello, India Pokemon friend. Hello, I see you. You like my video. I like you see my video. I like you many more. And everybody see my Pokemon video. Hello.曾加西来了，曾加西，嗨，金拉森，哦，志汉，安安，志汉，我看到你的安安。今天大家有抓到 Mega 跟五星蛋 ，Mega 就是超级暴鲤龙，五星蛋就是拉蒂欧斯跟拉蒂亚斯。
而拉蒂欧斯跟拉蒂亚斯是有设围的哦，但是我还没有抓到呢。啊 ，Mega 的超级暴鲤龙，要记得抓它，而且得到它的超级能量，可以进化成 Mega 超级暴鲤龙哦。哦，讲那么久还没抓到，怎样？拉蒂亚斯，雅斯，虽然你很烂，但是还是让我抓一下麦糖果。雅斯啊，雅斯乖，来，给我抓，来麦糖果，雅斯，哎呀，雅斯。那个雅思啊，哦耶，雅思，我那边有五星的蛋，志翰，我现在就在打五星蛋啊。哦，我错怪你了，雅思，雅思是2500的高级联盟啊。哦，雅思，我看，哦不行啊，刚才超过了，看看雅思哈。雅斯拉蒂雅斯续费两个月有特殊福利吗？哦，你让我想到非常好，你想要什么特殊福利呢？说来听听。哎，拉蒂雅斯哦，中文有点难。2485哦，哇，今天抓的不错耶，拉蒂雅斯。拉蒂亚斯比较好的是，撒娇吗？撒娇还是逆鳞呢？还是精神强念呢？好了，待会再实测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哦，继续大奶怪。哎呀，你看，就是没有人打暴鲤龙啊！哎，有人，来，我看看。哎，找了 Japanese Pokemon Friend Mega 暴鲤龙来！你们谁有开？你有开我才邀你啊！哎，这 AJ 他都不理我，然后不要加他了。他都开，但是他可能说，哎，阿豪，看到吗？阿豪，听到请回答。阿豪要打了，阿豪要打暴鲤龙了。阿豪听到请回答。阿豪，他按错了，我的俄罗斯朋友 Russia Friend Russia Pokemon Friend。哎，小 K 有真。小 K 有真，哎，小 K 有真没有开耶，让他看看，哎，We are the Andy are here， yeah， 阿豪，哎，阿豪，我有加你耶，大仗，你要，西武刚才说不是不要，哦，来得及吗？啊，来不及了啦 ，Sorry， 没券了，阿豪没券了，哦，好吧。那就看我表演，来，我来帮你们打超级 Mega 暴鲤龙 ，Mega 超级暴鲤龙，嗡嗡嗡嗡嗡 ，C 三啊，来不及了 ，C 三 ，Sorry， 会员标志变神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啊，那个是要进阶的哦，可以，好，我再想一下。让我整理一下，我这个月会更新所有的会员资讯了，连那个图像会更新。OK， 那 Winnie Hong 的提议不错，换成神兽的可以，没问题，我要换神兽。想要哪只神兽？超梦好不好 ？Mewtwo， 当会员就是我的 Mewtwo， 可是要黄金会员。我下一个开放的会员的图示就是超梦，但是另外一个等级的会员。那原本皮卡丘的图示也会更新啊，要更新什么？再跟你们说。哦，对面那只是什么？看有没有看错吧？哎，技术领域车手 ，I see you。See you， 技术零车手。好，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的语言我看不懂啊，这是波兰文吗？哦耶，超级暴鲤龙！
Canon Co. You want my Canon Co? Please join my member program. Please join my member program. I can be your Pokemon friend. 超梦哦，好啦，我会制作个图像超梦的好不好？没问题的啦，大丈夫大丈夫。今天不想打 Pokemon Go， 没关系，看我打，看我打。哟，哎呀，哎，那我这样子超的能量可是要多一点。这样子它要200颗糖，所以我最少要打三次的暴鲤龙才会有200颗啊。哎呀，第二个月，然后所以这要下个月了。我应该这一两天就会把那个新的会员图示做好，那原本的皮卡丘会换掉，然后另外一个我会升级另外一个会员，叫做超梦会员，要另外一个会员才有超梦哦。但是要至于它会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福利，我会再跟大家说。好，新福利，新福利，但是要另外一个等级，我开放另外一个层级的会员，好不好？哦，暴鲤龙，暴鲤龙我有很好的啊，那这只要留啊。暴鲤龙，来，我看看我的暴鲤龙，暴鲤龙，哦呀，哦呀，2399咬住，哦。Japanese friend, Japanese goblin friend. 哦、oh, ，没有券了，没有券了。哦吼，哦吼，哦吼 ，Yeah. You know my code? I don't know your code because I don't have any. I don't see any you join my member program. If you join my member program, member.I can be your Pokemon fan, alright? 今天啊，现在是 February 9, 今天是2月9号吗？今天是 Oh yeah, February 9, 是 Pokemon Online Spot Hour 大奶怪。今天也是 Mega 暴鲤龙登场的第一天，也是拉蒂欧斯跟雅斯再度回归五星团体战的一天哦。今天非常非常的热闹，你。和我都抓到超级暴鲤龙了吗？你也抓到200颗超级暴鲤龙的能量吗？是不是很期待升级你的超级暴鲤龙呢？我要升级我的 Shiny 暴鲤龙，变成我的 Mega 超级暴鲤龙哦！所以我今天打一只，我还在打两只啊。拉蒂欧斯、拉蒂亚斯有色尾的，记得欧斯、雅斯有色尾。色围的颜色不一样 ，OK， here we go。雅斯来喽！这个直播就打了三次雅斯了，但是都2000只都没色围，希望这次有色围，而且 SID 100。诶 ，What？打雷，我的秘密 ，No。真沙梅没错，希望拉蒂亚斯射的。哦，我的莱西拉姆，哎。这网络怪怪的，怎么啦？网络？哦，那个 bug。Come on, man！ 可
Come on, poor Wi-Fi, please. 你适合当活动主持人，曲凯君，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认为我可以当活动主持人？话很多吗？没错，我本身也是个活动主持人，是属于搞笑型的，会讲笑话的。哎，扯铃教室林伟成，哎，林伟成，你改名字了，前面变成扯铃教室了，加油！我会努力赚宝可币帮你打、啊。你干嘛这样？因为我是阿 Q 的。我有100%的水军跟拉蒂欧斯，哦 ，Mandy Moss，Mandy，Hello。哦，雅思输了。来，我们看到直播第三支曲凯君，第三支雅思能不能抓到色尾的拉蒂雅思呢？15颗糖啊，15颗球啦！1、2、3！哦耶，真的耶！哦，拉蒂雅思。拉蒂亚斯哎、欸，好帅哦，黄色的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直播都会看到我抓到色尾？太夸张了啦！哇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直播看到我抓色尾？好夸张哦，你们好幸运哦！在我准备下线之前，我抓到了拉蒂亚斯色尾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拉蒂亚斯？真的假的？只要抓三次就出社会？没有啦，牛逼！哎、欸，郭丽丽刚才都不留言，一看到我抓到社会就说牛逼！哎、欸，阿豪，恭喜！我每次他都这样，你怎么知道？连续抓三次，没有这种都市传说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海魔东中我啊，好开心啊 ！Shiny 拉蒂亚斯 ，Shiny Pokemon 啊，哎、欸，很漂亮哈。拉蒂亚斯的色尾耶，黄色，那个黄很漂亮哦，奇勒。陈林教师林伟成说 ：“Lucky 幸运呢，拉蒂亚斯，我可以就这样不要抓他，一直跟你们聊天吗？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啦，这样子拉蒂亚斯一直飞在上面很累，他会说你到底要不要抓？我飞这么久，我一直这样子，你到底要不要抓我？拉蒂亚斯会累的，所以还是要抓。”但是我7点前就要下线了，真三妹每次都这样，是哦，你每次抓三次就会有，没有，每次抓三次哪有没有啦，哦，哦，等一下拿着是打火箭队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哎、欸、嘿，乱丢，好啦，你强，我们去打。我们去打，快动作啊 ，Mandy Moss， 我舍不得抓，因为很漂亮。哦、oh, ，Mandy 啊 ，Mandy 啊 ，Mandy 在催我了 ，Mandy。哦、oh, ，雅思打雷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哈。我们找 Spark， 我最喜欢打 Spark 了。来个拉蒂，好不好？拉蒂欧斯、拉蒂亚斯，You so long away, you too long away。雷，他也是雷耶，我也是雷耶，怎么办？拉蒂亚斯，You're far away, you are too far away。哎呀 ，Now you can't train。
I give me my Chandler Franco 红青灯，红绿灯，红青灯，啊，这颜色啦。打雷，也雷你雷的塞雷啊塞什么？猴塞雷啊猴塞雷！黄色的飞机帅，黄色的车也很帅，要 Porsche 的吗 ？Porsche 黄超帅，还有 Lance 的 AMG GT 也是黄的，超帅。这黄很漂亮哎，雅思哦，雅思如果雅思如果在宝可梦世界，我会把雅思当成是我的交通工具宝可梦，还可以带我飞，我要找雅思带我飞。你是不是也想找雅思当你的带你去飞？绿色，你看欧斯的绿就还勉强，但是我要找雅思。如果今天我要飞到天空，我要找雅思当我的飞行宝可梦，飞翔计程车那是钢铠鸭，在宝可梦剑盾的飞翔计程车是钢铠鸭。啊，如果在宝可梦世界，我要找拉蒂亚斯的瑟维当我的飞行宝可梦哦。如果是在水上，我要找成龙拉普拉斯。Hello， 哎，这边我跑哪里啦？Excellent， 各位，我们的直播时间已经超过四分钟了，我们要下线喽。陆地有可以载的吗？皮卡丘不能载，是我要背它哎。陆地哦，陆地很酷啦，咕啦多啊，陆地是咕啦多啊。水上还有很多喜欢的，也盖欧卡我也超喜欢的。但是神兽先不讲啦齁，欸，神兽不行啦，飞行就是神兽啦。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拉普拉斯啦，水上在路上的话，咕啦多好像不给人家载耶。那肯泰罗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肯泰罗帅啊，肯泰罗。山药、山鸟跟超梦有绝招招式吗？没有。没有社群的招式 ，OK。哦吼，好嘞，好了，大家各位，谢谢看我们这一次的大奶罐的聚焦时刻。那我刚才虽然没有抓到，虽然哎，我觉得把它当我的新的 body 好了啦。换 body， 我们换拉蒂亚斯当 body 咯，雅斯来咯，雅斯来咯，飞行直接裂空座帅耶，你的飞行比我帅，裂空座我有想你，哎呦，我先喂糖果哈，喂雅斯哦，好可爱雅斯，你看雅斯看糖果，哎，假如我要不喂他会生气啊，你看。雅思莓果在这里，来来来，喂流啊！雅思吃莓果了。哦，结束了，准备要结束了，我喂完就要结束了。雅思好可爱哦，雅思，雅思是喷射机，所以它超快的。雅思是三角形。雅思在哪了？我们往空中一看，雅思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好伙伴咯。那雅思呢？雅思在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雅思在这边。雅思，哦，雅思在上面超酷的啦。哎，不能放大它，有没有看到？雅思在这边啦。哦，雅思，你看，拉蒂雅思，哦，这个当那个纸飞机应该可以射很快，对不对？你们会折纸飞机吗？可以冲很快直线的，就像要折像拉蒂雅思这一种，亚拉蒂欧斯的。哦，太满足，
哦，拉的雅思，哦耶，雅思，耶、yeah, ，好 ，Thank you everyone， Emily Lifestyle Channel must be finished， Thank you everyone， 我们下次直播要再见了吗？哎，大家我要下线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Amber Million， 我要下线了。大家，今天 Andali Lifestyle Channel 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就跟雅思当我们 Buddy 这个时候都再见了 ，OK？ 大家，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